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吹笛手。在这个地方要跟各位分享呢，9月16号我将要带这个 Eva Kim 的这个Contrabass 要到台北 Trio Music 跟各位分享，让大家有机会呢体验到低音场地的秘密。那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呢？最主要的原因呢，是我们发现啊，当你吹到低音乐器的时候，能够帮助你的长笛，甚至帮助你的响笛，能够进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。你会发现我声音慢慢的变低了，在低音的音域里面呢，你可以放松跟体验你的嘴巴的感受，这是非常特别的感觉，我无法用这个语言跟各位形容，你一定要来尝试看看。我们总共只有8个名额，有机会让你体验到 Eva Kim 的 Contrabass， 也有机会吹到响笛，还有响笛嘴唇稳定器，甚至有机会呢吹到 Brandon Brothers 19.5K 黄金长笛。我们在9月16号的下午2点到6点，欢迎大家来预约体验一下不一样的长笛音乐世界。晚上7点，我也将举办个人的响笛独奏会，让响笛进到独奏的世界，让孩子们、让老师们有兴趣、有机会接触到响笛的世界，了解响笛如何的帮助台湾的长笛人口更多元化、更多的感受。我们9月16号台北 Trio Music 艺术中心，拜拜。